好，我们的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海内王兄支持的，咱即马倒转来个游泳大哥嘛，啊，咱拄只王爷讲着讲，发发迄个北京语在讲的讲，发发思古之幽情啦，啊，讲着当初这个咱生活的过程哦，这个西门町家吼，咱这个游泳大哥是用这个用脚爱台湾，用心疼台湾的，啊，因为伊就是放假囡仔，啊，伫个只拢伊细汉所行过所拄着的，才会种种安尼哦。咱即马拄只个西本原是迄个痛苦吼，是还袂过去啦。啊，但是咱即马若用脚咧行，都啊几步啊就搭起哩。咱即马为这个西门町遐，佮继续，你讲迄个那有去第三角？对啦吼，啊咱是哦一步一卡印，咱即马红楼吼，啊咱即马就开始要向前行啦吼。咱即马来去个北门，啊来个台北车头啦吼。啊因台北车头，你也讲两段，咱做。两段讲啊吼，所以咱今仔讲这段是讲老兵团的啦。因为老兵团的时阵，这个城门还袂拆嘛，所以老兵团做这个铁轨路的时阵是对家人做个台北，台北再搁做个德泽，德泽你知影无？德泽是对啊，德泽就是新德啦。哦，吼，德展吧，德展啊，德展，爱讲德展啦，我说不能讲。对，所以咱今麦咱日本的这个。这个铁轨路暂时，咱也已经行了，咱已经都对方在行。那起码咱正啊在用的嘛，是日本时代迄落扩大的嘛。对，所以咱不要讲拆了，一降落来，这段就是日本人做的啦，吼。啊，不过贵人甲台北这段是老兵团做的啦。啊，老兵团做的时候，伊是1887的，吼，一对迄个贵人做的时候，啊，伊挖一个崩坑，迄个崩坑叫做。塞球鸟，塞吼，好吧，塞球就塞球鸟，我阿就对大家贵人，所以这段是伊开的啦吼。啊，不过大家家台北的时阵吼，伊对台北要到桃园的时候，伊是行对这个道路顶出去啦。因为这边人无好行嘛，啊，伊个无阿就直接破起来，是因为台北城围掉的嘛。啊，所以。伊安尼做，迄个有一个护城河，伊无法度行，个人反对嘛。所以伊就无法度做向咱这边嘛。啊，伊就向迄边行，向迄边行，伊在安那行，伊在行对。所以有你讲那安尼弯安尼，弯安尼就是因为伊本来是安尼出去，啊日本人无法度，伊日本人人家靠到顶啊，所以直接的这一段有修正的，这个，所以这个拄啊加起来半蒙滴啦。有个北门在那边，所以就会产生成为一个三个点，所以国民党来时阵哦，伊就是为着要三个点，变啦，无也袂使伊硬弄这门啊弄开啊，这门也无拆，伊嘛唔敢去拆伊个门啦，不得已都要做一个安尼过，爱过伊那铁路是平交道嘛。铁路平交道，你要过就对，大家拢等伊个。对啊，底下等足久的，等四五分钟。对啦。你若两班火车一班安尼去，一班安尼来，等差不多要五分钟。啊对，啊伊即摆会脱掉，你即摆这边要来的时，才有个拄到。伊拄啊，即个北门的地方嘛，吼，北门在中间。啊，因为三角点，即个这边要去的，等火车，搁脱者，这边要来，搁脱者，所以等于。主要的交通都在带在北门呀，你还在拍个球？啊啦，打拍个球啦。啊，所以伊个一旦做高架桥起来时阵哦，咱突然呢，一个安尼出去，去通个延平南路，延平北路嘛，一条就他冲过中华路，接过这个去个塔城街那边去嘛。所以这条桥是安尼做这个为了一阵啊，为了疏散这交通，无拍个球哩的所在。啊，因为你慢来讲哦，即个台北车头吼，是安尼，即开始的时候是讲对台北，对安尼去的时候是行对台北桥出去。看到台北桥是条铁桥啦。铁桥就为着要好火车行，所以伊才做一个铁桥啦。但是听讲伊顶管的细哩吼，蛮像恶意啊。是咪是？台北桥有这款戏，我们那些咩里啦，反正一大道城的一路这些铁轨路，叫戏里是啥的啦？听讲戏里是金嘛啦，哦，纯金的啦，用金嘛去做，才叫人恶意。啊，那
人迄种啊，迄个唔是日本人做，迄、人迄清朝讲只为着看到讲迄绣金根个地方，我啊，人讲应该是迄国个提议啦，人日本人无爱。哈哈哈！迄国的日本人统治五十年，都无将迄落迄个桥的名改乌掉啊！即马都迄落国民党个遮土匪集团来都改乌掉。我已经改啊，伊嘛叫我改啊。伊即个是铁器，哎，本来铁器，伊阵无伊啊，迄个铁器，即样，你无你看，我有看到迄个铁器，铁器，迄个铁器就无伊啊，铁器嘛无伊啊，铁器原油起啊，你听。有啊，有啊，油起啊，嘿啦，油起啊，因为铁器愈来愈热。啊，油起啊，佫哎，起码蛮油起。对。啊，哦，啊，伊即条铁器就是哦，对即个台北桥架吼，啊，才对新庄去啦。嗯。啊，新庄才佫行对。贵安呢，就是对龟山街，啊，才接去桃园啦，哦，啊，因为日本人是对这边，啊，才接去桃园啦。咱对这边经过这个树南啊，莺歌，啊，哦，板桥啦，板桥，啊，为板桥、树南啊、莺歌安尼，对，安尼过去桃园安尼。啊，因是因为龟山对孤山这边挖给伊啦，所以啊，因为迄座路吼，较歹行，迄边较夹啦。啊！不然日本人去看看，人伊真七两往这边行啦，所以发展到这个房价这边啦。啊，因为伊国民党来时是，啊，没有国民党清朝来时阵哦，伊是看到大陆人的发展啦。所以伊起几多向那边，因为那边较发展嘛，但房价这边迄阵也无发展啦，所以房价去有因这清朝啊，国民党啊，刚才日本来个发展一点嘛，国民党来又搁在。无发展着啦，因为所以铁机路走一边，你也铁，然后铁机路走个所在吼，道路畅通吼，生意也下面都发展啦，迄个地基在咧行嘛。对啊，所以讲，迄个清朝末期啊，日本初期的时阵，日本一个来，伊看到大中店，迄个生意哪会遮好做，遮尔啊闹热，凊彩一个地行哦，都爱。爱请十几个人伫遐咧耕地米安尼，吼啊！这个什么啊，拢大庄，什么啊，拢大庄，哦，物资遮尔啊丰富，伊就认讲这台湾吼，这个大庄埕遮吼是地皇安尼。迄阵伊日本时代初期来都该定做讲大庄埕就是地皇，啊，即摆已经唔是啊，即摆已经迄落大庄埕已经落寞啊。对，系啊。啊，所以伊即个了，唔再去哦，因为就是因为清朝诶。林玉山做完的来嘛，啊，因为发展一边去，啊，所以一铁机路安弯落来，所以才会讲，即台北车头才有发现个讲有一个前站甲一个后站，因为前本来无虾米前后站啦，伊走完的时候，迄个起码原有这间古迹是伊拆票的所在，所以就没有前后站。原有的车头是伫即个即马即铁路博物馆这间啦。哦，啊，因为遐就无即个前后，无分前后站。啊，因为国民党哎咩，清朝来时，伊是即个城门甲围掉的嘛。哎，啊，北门你这边嘛，啊，东门你这边嘛。所以伊就无即个，而且被中间是空的嘛。因为伊即铁机路是啊，站你这边嘛。对，所以就所以讲，就无分你前后站嘛。啊，这是日本人来了后做安尼来叫前后站嘛。我看迄个姨夫大哥的迄个。伊画迄落讲还原啦吼，还原即落台北火车站迄哦，我看伊在画迄吼，迄个头前迄落埕吼，足大迄个喷水池啊，头前关迄落埕啦，足大呢，啊，迄嘛是无分前后站。迄边也真分的啦，因为为说等于就无迄落。即看起来看袂着，会使互阮看一下啦。因为前啊，因开始是规个拢空埕啦，广场啦。你因为老兵团来时，你遐是拢完全是广场啦。啊，若是讲即摆若迄个铁路博物馆若开了后，啊，咱若去遐行，就使看到，顺利就会当去遐看。看到伊即个原来是广场啦。伊都有迄落有相片啊，有旧相片，有老迄落相片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这个清朝的时阵，甲日本的时阵，日本来了，才伊甲做一个车头坑的，伊拆门拆城门了后，再去起一个车头坑的桥嘛。啊，因为伊拆城门了后，有一个东门，啊，这边是东门嘛，啊，有一个北门嘛，所以伊尾啊，
有一个公路桥，只一礼拜之后变成东站甲西站啦。嗯嗯嗯。啊，伊为着分散，讲走这边的，比如公路桥要走的时候，这边是走东边的，这边是走西边的啦。嗯。所以南北的这个公路吼，分开开啦。嗯。啊，所以才有这个东西站走出来，啊，佮有、哦、啊。后前站甲后站啦，这是日本人了起这个，才发生有这个物件发生啦。嗯嗯嗯。所以讲哦，我就感觉讲咱的这个台北火车头家吼，应该唔是你今仔日所看到，以前看起来足有气质的呢。对哦，对不？日本时代迄个台北火车头足有气质的哦。啊，你入去了看伊顶悬的迄个建筑啊，啥啊，是讲你即摆若看新竹，也是台中，伊都。你著看会到较早迄落台北火车头，袂像像即马即落台北火车头啦。你若讲到这台北火车头吼，我安尼规巴肚全加酥，安怎讲呢？迄内底吼，迄个大厅啊，啊拢无椅啊，互人坐啊，啊拢伫啊呢，人吼拢坐喺涂骹，就敢若难民啊。难民就是安尼，当初国民党走路的时阵，难民营啊，难民就是讲伫个火车头附近啊，遐拢安尼，旧个遐有时安尼吊一个锁啊，细内裤破破安尼黏遐，啊伫个遐安尼涂骹安尼，一个敢那草球啊啥混个遐安尼。迄台北火车头即马都有当初迄款的因走路的迄落情况，啊无咱看迄讲啊，大家世界各国的迄落火车头，哪会讲拢无椅啊？人迄拢有迄落用茶垫的医疗安尼长长，啊是啥，互人坐遐等车班嘛。其实劳民团来遮造成伊的这个车头拢是简式的啦，简单的。买啊，这个博物馆这间，伊讲票房啦吼，票房人伊讲，票房所在是。你对面的人，迄嘛日本人起的，因是那，伊是一个工厂啊，足简陋的、简单的。其实老兵团所做的这个足简单的这个车头了，你啦。伊迄是老兵团，迄是讲哦，伊已经来遮所做一个，互你用一个。人日本时代人就甲伊发扬光大，哦，甲伊做用一个较有气质的。我感觉还较有气质，较人性化啦。对了，啊，但伊老兵团。伊无，伊是做了吼、。啊，其实老兵团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火车要往走这边，人会反弹，所以伊用调查尾完成的，唔是伊啦吼。所以咱也袂使怪伊讲做安尼，不过人伊有这心来甲咱做，但是伊人讲因中国人吼，伊迄阵也是大清帝国人。对啦，啊，但是这大清帝国人嘛是共款啦，好的人吼，为规划要做这个铁轨路的人吼。要建设这台湾的人哦，要也用吊照伊啦。哎，慢点，你讲这句话我有意见。听讲啦，当初啦，中国啦，迄落有迄落铁路的时阵哦，要伫中国要做铁路嘛。结果因的老百姓，大家拢反对，讲迄妖魔鬼怪，伊认为讲这妖魔鬼怪，哪有迄落车伫迄落铁轨啊顶悬安尼在行的？大家拢无爱，啊无爱呢，只好家再来台湾遮做安尼。台湾遮呢，人民呢较老实、较古意哦。我若要在地你遐对啊，伊毋是为着爱台湾、疼台湾来建筑台湾，啊来做铁路。结果嘛是我做啊，结果嘛我做啊。对啦，嘛我有做，但是迄个反对的迄个声势哦，无参照因中国反对遐尔啊。啊，伊嘛是用吊照啊。老闽南买也嘛是用吊走，伊讲吊走是另外的关系，唔是为着做铁路，互人吊走啦。是啊，是做铁，而且新闻先来写，当地个。哦，这个册是安尼写嘛？啊，唔过这册安尼写是国民党写的，啊，唔知影准啊，无准嘞。我是有听伊讲吼，迄落啊，伊是为着另外的代志去往吊走。啊，尾啊完成的不是伊嘛？系啦，不是伊啦。啊，但是老兵团去开迄个棚坑了，你嘛？嘿。刚才贵人迄个棚坑是伊开的，你嘛？嘿。所以讲，你啊，咱即马咱是讲时间无够吼。啊，若无咱这个讲日本时代的台北火车头，安尼我有气质的，安尼甲伊迄落。啊，若无吼，咱听众朋友嘛会使去订一个，去买一本这个叫火车。台北老台湾的老车站票啦，吓。嘿啦，嘿，嘿对啊，去用买一本，也是去借一本来影影的安尼。哦啊，我著甲你讲，迄较早，因为吼，我初初我迄落民国五十
八年来到台北的时啊，哎、欸，有影台北火车头足有气质的呢、嗯，真的很有气质，真的很好看呢、嗯。啊，袂讲像有即马呢，得敢那我安尼有时啊安尼，唔拄安尼头热打起来，来看者敢那敢殡仪馆。但日本来，日本来个遮建设的时候喏，伊毛伊个，伊来遐甲咱当建设这车头的时候喏，你甲看吼，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做车头，譬如讲伊做甲高雄的时候喏、嗯，因为伊。这个高雄是一准备地要去南洋的这个基地了，嗯，所以伊你有看高雄的车头吼、哦，甲、嗯、咱台北做的车头吼、哦，无同款，嗯，高雄的车头是两站哦、嗯，它很突出的是被强，伊嘛强调伊是日本一个强国，嗯，伊车头在高雄做，甲台北这车头完全无同款哦，嗯，哎、嗯，所以伊在展现讲伊是一个。一个强国，伊要向迄边发展的这个姿态宏观。伊、嗯、的瞭望台，那将这个高雄哦，当作讲哦，伊的迄落机关啦。因为日本迄阵啊，伊来殖民这个台湾嘛，啊，伊嘛要甲各国、世界各国吼、哦，去甲因登报讲哦，阮日本吼、哦，阮都有法度来殖民土地，啊，伊来殖民台湾哦，伊就是要建国。要建立吼、哦，正做讲因的国家安尼啦，伊、就是我要永久拥有安尼吼，当作台湾就是伊的。你看伊的计划建设上将吼，拢是为一百年、两百年后的代志啊，甲真正搁在用啊。所以咱即卖是讲，咱是伫讲台北，你爱沿路，你爱对这安尼入去吼，车甲开去到高雄，伊高雄的建设吼，真厉害，伊在连咧。那个高雄港吼、哦，嘛、是因日本人做的，因为伊就你看伊两个，伊为着要去拍这南洋吼、你看伊的哎，为着要拍这个夏威夷啊，珍珠港的时候，伊去做一个军事基地、海军基地，放在一个大鹏湾，爱甲两台伊这个潜水艇去拍这个一个潜水艇，伊不爱放在日本，伊放哩。大鹏湾啦，对啊，有时间哦，恁也使去参观大鹏湾。大鹏湾啊，佫有留着迄个风向球，迄个观望台去压力啊。啊，迄个所在即摆吼变成观光胜地啦，吼、咱大家去观光。但迄个桥吼、是活动，也是掀起来啦。所以讲咱台湾吼，就是讲啊，港管是迄落外来的迄落政权。啊，日本的迄落外来政权呢，咱你看，伊对台湾都改当作家己的国家同款的建设。啊，若拄到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迄落土匪集团呢，伊来这就是掠夺、掠夺再掠夺安尼。对对。伊建设、建设再建设，啊，伊掠夺、掠夺再掠夺，无同款就是无同款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人讲哦，啊，讲到这国民党来了七十冬吼，啊，这个啊，不如若当初若继续和日本帝国吼。可以继续殖民哦，啊！即马咱台湾的迄落进步，唔是遐尼迄落，应该是阿个，诶，佫无共啦，咱也唔知啊，这是咯。啊，但是应该会较好啦。上海就是，啊，无日本人伊袂讲，才讲二二八安尼战死，伊是当初初入来时阵，拄到迄个抗争吼，带、有台死一挂人安尼，啊，啊，尾啊伊就拢用迄落怀柔政策吼，迄、落。啊，红萝卜甲鞭子同时进行，安尼等于惯咯，咱台湾咱台湾人惯甲乖乖。對啊，你看这咯，中国国民党嘞，伊倒无在插你嘞，因为我有钱，我甲你总收下。对啦，对啦。哦，这完全无共款嘛。所以，我拄仔你讲的，伊个车头，老兵团走一下啦，迄、个所在古时叫做后高头啦。啊，因为这日本人那边也较干嘞，因为伊吼一工只四班车尔。再去一班，那一班啊，拄我安尼过去倒退转安尼，因为伊日本人感觉无方便啦。你无啦，迄阵啊，你人嘛少啦，嘿啊，人较少啦，无像有即马呢。迄阵啊，搭迄落搭偌济人尔，啊，即马是2350万呢。无，伊都日本人来，伊是要运，伊要运上这落兵啦、物资啊，军队啦，要进入来台湾的，要运上军队，所以伊感觉。不够用了，所以伊人换过这边，啊，那边佫拍照了，那边的路做了不好。啊，希望讲咱这边哦，咱还佫讲一句，就是讲海内外用心时代，咱即马，你若有在看咱啊，游泳大哥伊在介绍这个铁路吼，啊，咱就来这个台北
台北火车头遐，行行咧，佫行过边啊，迄个博物馆遐吼，啊，佫来位啊安尼行落来，啊，顺续来到咱的这个西门町了后，佫来行，就是这个台北第一街吼，贵阳街安尼，佫行来水门边啊，遐会当看鸟啊，啊，唔知甚物候鸟。白灵溪吼，啊，搁啥安尼吼？啊，咱今足感谢咱游泳大哥，啊，希望讲后礼拜日搁紧来，啊，若甲你讲节目，拢讲到哦，拢足欢喜的，想着较早啥物拢足好个安尼，好，啊，今到遮就好，啊，感谢各位。